假嘛，今天薪水就没有了嘛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大鬼在最下面镇压着这个怪物，再派一个人过来一起帮忙好了，派一个杀伤力强一点的家伙，小五郎在楼上，西凤守着。森特也有自己的任务，那看起来只有 NL 有空了。来，我们让这个八强射手过来帮忙。NL 跟文森特哪个比较能打嘞？我艾拉穿着礼泰。奥加穿星星之身，艾拉是负责干啥？艾拉这边其实看起来挺 peace 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三个人都死守最下层。其实艾拉这一区看起来是真的没事。好，一人一把武器。最高级的武器现在有星星之身、魔弹。这个、怪物不知道怕什么。好一点的枪就雷蒂西亚吧。双肢碎片。好。拿双肢碎片好了，看看哈，一灯 MK 粉碎器 ，MK 粉碎器快，为什么攻击可以差这么多啊？这六到十二，这个只有一到三 ，MK 数值也太差了吧？难道他是什么特殊能力吗？锋利的刀刃能够把他的目标干净利落的劈开，这个原具相当值得依赖。那这支武器刺中将减30%移速，不是这个双肢碎片还有特殊能力，这 MK 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我25%易伤。好，拿这个异伤的装备好了。平易住哪里？平易在福利社。OK， 走，开始。MK 1到3，这样 DPS 也算高。好，楼下有这个必然航线。控制好碧蓝，这里这条狗交给白痴。鸟人今天飞到楼上去了，让一灯去楼上守着。火鸟还是先放着。奥利佛放着吧。好，今天文森特处理小妹妹，丁义处理大鸟。OK， 然后大鬼处理丸子，大鬼会处理丸子啊。处理丸子，我们多一点人嘛，一起处理嘛。有规定一颗贡丸只能一个人吃吗？拿一拿，大鸟今天很凶哎、欸！哇，今天拿到的量都不多啊，
哎，这里这条鱼视力为一，它就减少了。这条鱼还是拿一下好了，条鱼其实蛮欠拿的。OK， 来啊，第一次轮回。让我看看有哪些。第一次轮回，鱼烧起来了。史莱姆也烧起来了，那鸟人也烧起来了。一灯去处理鸟人。史莱姆哦，好，史莱姆那必须是要处理一下，有人得进去封一下。好，冰雪女王，哎，冰雪女王好像没差，冰雪女王应该是没差的。好，进去吧。来，小五郎，解决他。他这个好像是等级太低，一进去就强制发疯了。哦，跑得有够快，捅他，捅他，捅他，还想走？把他叫醒。他再不醒，全世界都要发疯喽。快！你不要啊！你不要再跑啦，最底层很危险呐。快快快，回去自己该去的地方啊！千万不要闹。查机会高。好，走。今天是相当的顺利，小妹妹。好，顺啦，顺啦。今天小妹妹一定可以好好的，有文森特盯着她。不太可能出事。黎明要到了，小五郎先过来。李佛尔，过来。不会是要杀人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准备叫虫子，希望不要杀掉太多蚊子的人啊，不然那个贡丸要跑出来了。沟通沟通 ，OK， 来吧，虫虫。我死了，我有可能会死人。我们如此认真的公司，不太可能会有什么伤亡。哎，蚊子死掉了是有点危险呢。
哎，别死太多呢，别死太多呢。我安抚一下大鸟，安抚一下大鸟。上那只也干掉了。该动，剩一只。这只这么难杀哦？哎，漂亮，带走。继续我们今天的任务。大家先各自回家。好 ，PC Home 处理这个。文森特继续处理小妹妹，艾拉处理这条鱼。惩戒鸟逃出来了。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们等再去镇压惩戒鸟吧。看一下，继续观察小妹妹。为什么惩戒鸟会啄这么痛啊？11个轮回，接下来有11个轮回啊！先把该拿的拿一拿吧。哦，准备要烧起来了。11个真的蛮凶的。森特这边最好是小心一点。嗯，哇，大鬼快要发疯喽！好，来，我看看啊，有些不能跑出来的魔弹大鸟。红舞鞋应该是没差。文森特教训小妹妹。我要稳稳的应对这个龙魂。像整体还行哎，杀人魔要出来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杀人魔不能放，光头也不能放，这样应该没事了，看起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，今天我们应该可以研究这个共玩。就算了啦，是不是也不会跑出来？但是安康鱼出来了哦，安康鱼出来了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啊！哎，刚好被咬死啊！哭啊！哎呦，他怎么刚好出在这个位置？情报部被咬死了哦，共玩开始跑步了啦。这老娘要处理比较好。魔弹奥加绕过来处理一下。
控完，你千万别出来。我们也没有死到那么多人。奥家前来镇压。佩戴四个 EGO 饰品的员工，我竟然有三个。很好，安康鱼 out。这一支我们今天也调查调查好了，用本能吧，本能好像正常嘛。用完一只暖车，这游戏就是有剧情啊，慢慢看剧情。剧情演到原来我就是 A， 我就是公司的创始人。啊，极高，待这吧。好，人生哥这边继续。臭狗这边也继续，这里也继续一下，也可以准备做出这一支的武器。哇，进去一次就基本上快发疯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调查出这个共犯。至少开个几个吧，看起来应该是只要死了几个人，那就开始满车。一吸轰这边也拿一下，这个火鸟还可以到20。奇怪的声音，哇，这边应该都打折嘞。12%就已经快被咬死了，哇哇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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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做他的武器了。嗯，好难啊，应该是要直接走。看看这颗贡丸的啦，看一下这个贡丸现在是有什么问题。目前好像是正常。楼上的也正常，好，调查完供完就可以走了。嘿，溜了，非常不幸，有一个员工他这个去找其他的工作了。这棵树会夺为本就属于他的东西，渴望之心。在我刚刚诞生的时候，每天都会问自己，
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机器人也有中二病。人们总是说，为了更好的展开剧情，旁白是不可或缺的。您帮我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这段对话到底是剧本还是我的自由意志呢？难道 AI 也是自由的？当我看到发狂的哥布林时，我不仅会对这个 EGO 的潜能心生敬畏。潜能？你从没使用过他们，你永远不会理解。除了 EGO 以外，还有强大力量的武器，像是死前的骨气物哦，都可以拿来对抗异想体。兔子很擅长杀戮，有子弹就可以抹杀任何东西。战斗能力并不是一个人必须具有的素养。使用 EGO 之前，不需要接受任何训练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你的解释。拥有八个 A 级 EGO。今天不死人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其实危险的只有安康宇了。提高获得率。其实原本的那个分配已经挺好了。好，文森特，你也练够了，你以后就是情报部的队长了。我这边要来一只安康鱼克星，白抗强化。抗强化，拿 MK 粉碎器，大凯穿 A 级甲，现在有新的 A 级武器了。看看啊 ，NL A 级武器。艾拉也 A 级武器，给艾拉拿 A 级武器好了。N 楼还是拿这个明灯吧，可是我觉得可以拿远程最好了。好像给大凯穿 A 级的铠甲，现在就没有 A 级的铠甲。哎，史莱姆铠甲有了有了，史莱姆铠甲来了。算了，我怎么感觉是近战要穿？抗性贼高哎 ！Oh my god， 这个抗性好强啊！难道还有特殊能力吗？佩戴饰品爱慕时，如果生命值低于20%，并受过超过10点，就可以吸收物理伤害，但是移动速度会降低。哇，坦克装哦，饰品爱慕，还要拿到他的饰品才可以。这个星星之身有什么能力？每隔一段时间，大家就会恢复精神值。哦，拟态，它可能不是来自于人类，这拟态没有任何特殊能力，它就是硬，真是硬啦！只能穿这一件了。自律三，正义三，等级四。哦，可以，皮西哄穿着。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那渴望之心就是可以一直带着，额外的生命值，额外的攻击速度加成，只要永久拿着就好了。我这个拿着就赚了，来给大凯拿着，大凯直接化身鬼神，大鬼渴望之心。
接昂首到世界尽头。星星去了右下角，星星在右下角很久了，所以我常在大凯镇守在这里。连续工作两天，李泰的刀有效果。李泰的刀被谁拿着？好像是艾拉拿着嘛。当前装备了，哎，没事啊，等等再看，不急。把今天的工作做完，一二三零，还蛮多的。工作速度加三 ，PC 轰鸣现在已经很强了。今天至少要来一个正午才过得了。开一下这个贡丸，看一下进行工作的员工死亡时会马上减少，受伤的进去会马上减少，工作结果回差会减少，总共七个须知。哎，恩奶罗，去碰一下看看，我看看这个贡丸有什么问题。出来，我们这边的人足够镇压他了。没有十个人死亡就会减少。不过收容州对死尸非常敏感，千万不要让他碰触到尸体，避免有尸体再出现在他经过的地方。他会催生出其他的尸体，那就是变两颗贡丸了。哦，明白了。难养的东西，多养一下。哇，有远程的武器嘞，好爽！老板，杀人魔要出来了。楼上还好，这么熟。OK， 楼上都没事。这下有点危险啊，杀人魔。小蝶要出来了。杀人魔跟小蝶不能同时出来，我们上去镇压小蝶。难道来得及进去吗？最后一秒。开始镇压啊！不能让他离开里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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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揍小蝶，暴揍小蝶。这两个出来都很不妙。哦，要死一大堆人了。没跑步哎。这贡丸不喜欢被观察。刚刚他杀了几个人？文森特穿鞋子，碰完不知道几个会跑出来，死十个之后计数器减一，不过还没有可以加回来的方法，比大鸟麻烦一点。这颗洞贡丸可以压迫，压迫几率 极低哦。嗯，那先继续吃它吧，先继续吃它吧。看来今天也是很稳定。
控制一个刚好黎明。温度也没那么差啦。敏感信息快要打开了，终于要知道这个贡丸的名字了。你的名字是贡丸。好，必须要有一个人先行动了。7个月，这边还有火鸟可以养啊，火鸟也养一下。这贡丸没有什么危险性的，其实就是个贡丸。只是他等等一定会跟这个东西一起跑出来嘛。蓝色正午，哎，打蓝色正午了，下半部全面封锁了。哎，南部不行了，南部不行了，南部丢了，丢了，退吧退吧退吧，再走再走。这一定出来了。还是叫那三个人回来。其实那三个好像装备这么好的话，
个人一起上打这个贡丸，那是可以守住的。我直接这三个人堵在走廊了啦，我就看谁敢跑出来。新道夫继续杀，啊，我就继续打。这边要把奥加给分离，奥加还有一个，然后还有个菜鸡哦，菜鸡可能还不少。康鱼、克星、菜鸡、一灯、菜鸡，菜鸡两个而已嘛。菜鸡有三个。好，这样有一个战斗部队，一个菜鸡部队。OK， 叫怪。安康鱼克星，处理安康鱼。大鸟是一定要出来的、欸。他们是黑色伤害还是物理伤害？黑伤吧。微笑的十三跑出来玩喽！还行哎，大鸟已突破，物理伤害还是黑伤啊？打死公安，打死公安！被杀回去了嘛？好，堵着，堵着。贡丸出来一次，我们打他一次。伤害是黑伤。补个血，哎，补个血。奥加单挑一只是没啥问题的。十三跑出来了。三龙跑去上面吃东西啦，把他跟机器人打起来了。哇，他怎么一直跑？哎，受不了了，确认部署。封锁，封锁，封锁。这个贡丸照跟他飞。这样刚好把机器人全部一起带走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。不是，贡丸跑太快了，人堵在走廊都没堵到他，哎，太奇怪了。25%的能量，我觉得花的值得啊，花的值得。我怎么感觉好像不止25%，扣很多哎。啊，连大鸟都一起杀掉了，这能算亏吗？我这边还可以补15%回来。最后一只机器人到底在哪里？最下面。
哇，跑好快哦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好，兔子直接斩杀，漂亮，补15趴，15个轮回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因为每个东西都有人看。啊，大家可以各回各家了。轮回是还好啊，我觉得只要每一波那个怪物杀人的时候都有扛住就 OK 了。嗯，现在没有蚊子了，安全了，和平已经到来了。现在就算全部一起烧起来也不用怕。不用怕，能会跑出来的就那么几个。这边是最危险的，有小蝶、杀人魔，然后还有这条鱼，一大堆。这凤丸好养哎。西哄处理这个，鱼类的跑出来都很危险。一件只要116，哎，快要可以出装了。那这件铠甲好哦，赞哦赞哦 ，NL 继续养它。千万不要停啊，那喽！好，来吧，15个轮回。为啥？为啥贡丸又跑起来了？死人了吗？哦，不对啊！那个有受伤不能进去，然后闻到鲜血的味道。这个烧起来，这条鱼，惩戒鸟，光。康鱼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有种你跑出来啊，小妹妹！一定狠狠地把它打回去，神兽的。不知道几会跑出来，二就跑出来了。计数器二 ，OK， 危机解除。看来和平的一天就要度过了。公司规模很大喽，我这个发电量台积电的等级了。高速发电，那个不要破开。你希望处理这个？好嘞，今天的目标即将完成。觉得刚刚那个封锁中央本部的办法其实还不错，那兔子很好用。
快要压起来了。好，这样应该是 OK 了吧？感觉应该是够了。大家可以下班了，量已完成，结束管理，漂亮，安全的一天，平安的一天，我的脑袋就要爆炸喽！来自废墟最华丽的眼睛，请把我的梦境吃掉吧。二次提取，波迪，哦。没有其他音乐比当他在吃人的时候更好听了。这个，啊，这个不难处理，其实不难处理。选波迪。我正在回想您走过的足迹，现在虽然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新鲜了，可结局总是一成不变。你想让我用全息影像来分享吗？好，我看看。那时候您还没有认知过滤系统，我也不知道人类是如此的脆弱。前几次你都工作得很好，有一天你就选择了自杀，那时候你还没准备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。我也想看更多的回忆，但今天到此为止。有些不该看的东西啊。研发部完全开发。我要继续看，他也不给看呢。这 AI 有这样的权利吗？然后这边要换一下，我是觉得奥加该换武器，先换个铠甲。这铠甲可以做了吧？ 0.2 的黑防。2黑防已经是最高了，大概星星之声一整套套装有没有额外效果？这一件还有什么效果？穿戴者经过员工尸体可以恢复生命值并摧毁尸体。哇，这个好像是拿来对付他的。0.3 跟 0.4 差别很大吧。好，内容你穿上这一件。伤害 25% 转生命值，持有者精神越高攻击越高。鸵鸟荣耀之枪，康鱼大铁锤，这一根夹子，机器人的手，要214。今天应该可以弄出机器人的手。这把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得出来。谁 hold 得住史莱姆啊？有困难养。史莱姆还先放着。把楼下的人正义交高。莱姆这超难养，完全都动没掉。好，利佛德加点血，刚才一刀强制确诊，太强。啊，忘记给白痴换武器了，完了，他是一个垃圾。他还是白色武器哦，他牺牲了，这是没办法压迫。用观察吧。惩戒鸟出来，阿兰，那也这么快？才刚上班你就出来了。
196，锤子感觉是锤爆尸体，他的能力都跟尸体有关系。鸟人四肢真的不行，这条鱼可以沟通啊。哇，有鸟人在，回血超慢的。鸟类的都可以沟通哎，哦这样，压迫一下赚一点，第一次警报，第一次警报。好，第一次警报，没有什么危机。嗯，电量也很稳定。哦，橘色黎明，但竟然是这个哦。好啊，大鸟要出来啦。一大坨一大坨的怪物要出来了，大鬼努力上班，即将拥有黑色大锤。内容你值得拥有。有人在爆雷哦，爆雷的该处理一下了吧。这样橘色黎明的这么多只，到就急了，我现在不急这急，看一下镇压 W 级异想体，这种任务就是缘分到了，它自然就会出来嘛。好，要分配一下路线的，准备打怪了。森特一个人就可以 hold 一条魔弹傲家，最急的安康鱼杀手，一人扛一条路。好，一灯闹狼，没解锁东西，那当然是不能。有遇到就会遇到。共玩，千万别啊！死的人有点多呢。共玩，满车了哦。这个锤子怎么可以这么烂啊？
我这边的武器也是，哦，恐怖恐怖！啊，连这个都打不过哎，A级的锤子没打过橘色黎明。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状况了，开枪，漂亮，好，盒子回家，盒子回家，赚到了10趴了，啊，不炸，哦，那是 W 级的大鸟锤。 多了，都是高级武器嘛 ，W 级跟 A 级差别已经不大了。灯人在哪里？在这。刚刚没有看那个锤子有什么特殊，应该也是有点难度。 电拿一拿，咚咚咚咚咚，两个蚊子单杀虫子，黑色的虫子可以吧？黑色虫子站着不动，然后打。 漂亮，又加25，继续继续，<咳>有电大家赚11个龙葵，看来快乐的一天要度过了。哦，对哦，大鸟锤是黑商强化。 好嘞，要熔毁了。为什么供完现在不会暖车了？明明已经剩1了。哎，要全面熔毁了。好，熔毁就给它熔毁吧。来吧，熔毁。 烧起来就烧起来喽！小五郎泡个浴缸，一本书。好，没事，看起来没事。哎，应该是受伤状态，进去他就。 惩戒鸟再次突破。好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完全没有危险哦。我们公司现在佛心公司了，只要员工照着这个 SOP 工作。 没有意外，别再给我胖胖胖，鸟人！哎，准备下班，哎，大家准备打卡下班。哎，安全第一啊，我们公司就是安全第一。哎，打黄昏了，黄昏干嘛这么急着打？
就不加班啦、啊。你有一天遇到黄昏，那就会打。我不可能为了要打这个黄昏，然后特地去加班吧？太奇怪了吧。这谁愿意做？好嘞，烧起来！蓝色正午，该拿的拿一拿，应该是够了啦。好嘞，下班，哎，下班。他们说已经没有人能够在崩坏的世界中得到自己的幸福了，再也没有人追求历史或者宗教，没有人需要他们。一些公司开始以世界需要科技创造了起点的新技术，啊、哦，小起点啊，我这也有呢。从某一刻起，被称为世界之翼的公司开始追随首脑，首脑掌握着翼，人们加入了自由之翼，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。但是实际上，每个人都在慢慢的融化。所有的背后都有代价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翼。脑叶公司的竞争对手，其他的能源公司和我们相比没有太大的不同。哦、大家都有这个怪兽，怪兽电力公司有很多间呢。如果一个本能占据了过多的主导地位，另外一个本能就会走向深渊。您孤身一人，决定为全人类带来可能性。哦，我就是这个电力公司的贾博士。我猜您还是需要同事的。来，新的同事，记录部，老头。哦，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电力公司在跟我们抢工作。我们要养一条臭狗。任务是拥有八个 A 级的 EGO， 这两个，三个、四个，这边五六七个，再加上这一把，八个，过了，过了。这个怪手有什么能力？看一下啊。锤子每击杀一个目标，勇气和正义值就会提升三点，只有当天有效，可以减少敌人的移动速度。拥有这个的员工受到伤害时会恢复40%的，哦，会回血一丢丢哦。哎呀，这个贡丸怕什么？这个贡丸怕红色伤害，好，然后换个武器。我的力量不是当天有效而已。红色武器只有一把、欸，好，那你用这个锤子。好白痴，用这个夹子。药之语还多一件哦，龙生特穿吧。任务一定解啊！虽然任务一定要解，但是不能触碰到我们的原则，不能加班。这个家伙要叫什么好嘞？养狗吧，不能加班，禁止加班。
是给你一把神装，比方的裂片 OK 吧，这样子你打什么怪基本上都有机会打赢。危险的时候叫我，我先帮你。哇，这一区好帅啊，记录簿是用这个时钟还有蜡烛。今天的产量是目标1350。楼下的部门是越来越黑，哎呀妈，这边镇压的这个怪物也比较危险。你看有这个臭狗贡丸，必然航线。哦，波迪，这样有波迪呢。用沟通的吧，沟通的加的多一点。我觉得这个装备做一做，差不多可以找一个人专心雇史莱姆。来，第一次轮回。烧起来了，好像没啥事。啊，和平啊，和平，应该是没事。机器人也是会累的，不用一直刷，好不好？这一台机器人休息区，公司哦，我们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大公司了，就是大家好好上班，然后准时下班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公司。愿意来这里上班的，加一。上到正午大概就下班了，限定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，限定时间内完成的好难。好，红色黎明要来了，正午哦，有时候会到正午。这个端就是大夜班啊，顶多就工作到正午。大铁锤强化一下，好，一人守一区，准放任何一个跑出来。魔弹射手，上古一颗星，上古一颗星守这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吧，全面防守，一定吊打。这条路好长哦，楼下都是这样四个挤一块的，欸，这边是最后一个部门嘛，这个部门怎么感觉超级挤啊，这样也
塞得下十只怪、啊。哎、欸，敌人怎么还没出来？哎呦，算错了。重视的就是要打稳。有种感觉，波奇要跑出来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哦！耶，赚10%。压迫！哇，好削，好削，好快，好快！难道我们今天可以完成福利社的工作？就好像有希望哎、欸，福利社，我看一下，5分钟之内把剩下的电给弄完，可以吧？我觉得有戏。还有5分钟呢，5分钟500的电，这边危险，剑鸟逃出来了，拨通一下，倒数4分钟，4分钟300的电，感觉没有难度，叫我阿嬷来。